哎，大家好，这是 Phoenix 为大家带来 Monster Hunter Rise 的游戏开始篇。上期呢，应该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武器装备包括 NPC 的一些委托都已经完成。现在呢，我们是直接按照计划做这边这个 Rampage， 不太清楚是会发生什么，毕竟是一个应该是 Rise 中全新的一个机制啊。这样由于是紧急任务，一定要吃一个饭。他说是一个防御任务，我们有没有什么炮术之类的？好像是没有。这个它上边画的那个脸儿是应该是芝麻，它好像之前用的是白芝麻，现在是黑芝麻，是根据你的那个你选的那个玩意儿颜色不同还会有变化是吗？这等于是敌人是按波来的还是？
配置するんだ。等身上造个自动限量。いい感じだ。いいか。さあ次だ。配置するんだ。完璧だね。这就等于是一个是我们人工的，一个是 AI 自动的，好吧？那就等于是看这个地图，就是塔防了呗。但好像也需要你自己去，就是限制敌人的行进路线吗？好像这些东西，我们现在就是塔去输出。地雷，这是看样子应该像地雷。你看，我们的这个类似于是要塞还可以升级。いい感じだ。さあ次だ。来るんだ。始めよう。使ってみよう。我已经发射了。你看，腕前を見せてくれ。你看，好，这就相当于是那个车载榴弹。さあ、やってみよう。是晕爆弹，可以击退。这个装填好长啊！さあ、やってみよう。いいか。しがみついて耐えるんだ。我防御的时候可以开枪吗？よくやったぞ。来るぞ。さあ、やってみよう。君ならできる。他人怎么没了？后边还有人。我天哪，这个人已经来了，当心不给准备的功夫啊！哦哇！我这东西还没。我还没造完呢，就来怪了，这算什么？
守りきれ。嗯，还有大炮。嗯，又来怪了。お見事。哎，哦，不好。大炮，哦，就等于是你摁住了就自动给取消了。大炮是怎么弄 ？Thunder shot。感觉这伤害，这怎么这个大炮有用吗？怎么感觉 DPS 这么低，都是 AOE 伤害。这我可以穿墙打，这个大炮感觉有点怪怪的，那边还有个东西。还有自动大炮，大炮可以来一个。这边没有东西了，太快了，都没有时间准备。就是给了个 buff 加攻。出番を見せてくれ。去哪儿？我想，你要解释什么东西？
哇，还有集中枪。这个吉隆枪为什么放不是放在最后那个门上，放在一个路过的地方啊？我猜这个就是类似于是一个特殊技能似的炮塔。这什么东西 ？Dragon Bait。这是什么？直接从台子上登场了，好吧？君ならできる。所以你在干什么啊？防衛準備。我刚才就是想在那边，我看有个台子，我想弄，结果你把我打断了。说这是可以吸引注意力，也就是说我往这个上面弄一个，我可以往这个地儿弄一个，这样敌人吸引注意力的时候，就是可以打这个集中枪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喷火的。为什么还可以使？这不是自动的吗？没明白。离开。腕前を見せてくれ。不太明白。見て。很奇怪，青熊我感觉不太好骑。
这些塔可以修吗？都已经那个玩意儿好像被青龙给打坏了。来个毒狗龙，这个东西是就感觉好奇怪。113吗？这么弱，这是干什么呢？我还是没有搞懂。这不是自动的吗？为什么我要手动的发射？太乱了。这个怪可以骑一骑，没骑过。这是被我作死了是吗？素晴らしい。よくやったぞ。哎，可以扒皮。才发现这个任务还有一个什么4分44，这是做什么的？这是干什么的？我还是没有明白。前方自动攻击。我还有机关枪。着いたみたいだね。うん。佐藤さんがキャンプに集まれて。
そのモンスターの名はオンコリュウ、マガイマガド。百竜夜行と共に現れ、その群れを食らう化け物だ。食べるんだ。50年前、里は百竜夜行に加え、オンコリュウにまで襲われ、被害はより大きなものとなってしまった。それが今回も。案ずるなよ、麦。今の我々には頼れるハンターがついている。お前にオンコリュウの資料を託したい。里を危機から救ってはくれまいか。私も手伝う。一緒に狩猟する。僕もどこまで役に立てるか分からないけど。その意気がよし。しかしハンターでない者に狩猟を任せることはできん。でも里を守るとは彼の身にあらず。お前たちは自分にできることを精一杯やればよい。僕たちできること。炎のごとく日々を力強く生きろ。さすれば答えはおのずと見つかる。では里に戻るとしようか。为什么给了个 B？ 等于是这个玩意儿没升级，只升到了六级是吗？防御票不太清楚是干什么的。就等于是这是一个额外的。哇，还有电了，一个额外的任务模式。然后说是每次你出任务的模式都会改。刚才也是解释了之前好像就是50年前那个弹幕的那个第三只，就是 Magnalo 的那个怪，说等于是造成了这个村子的一个情况，是被损失很惨重。这怪也是很有意思，就等于是它是，相当于是它是
赶着这一群怪嘛，这些就是 Rampage 一帮怪，但是他是在吃这些怪，所以是被赶到了村子来，给了一个猫头鹰的东西，怎么使呢？这边还有对话。就等于是哦 Defender Ticket 就是这么做，只加了四点攻击力，就有点像是类似于是附魔什么附一个攻击附一个防御什么，大概这么一样子，增加对受到火焰影响的怪物的伤害，怪物还可以受到火焰影响。这个升级是如果我武器之后再升级的话，它这个东西还在，还是说就不在了？还有什么东西？这个人好像就是两个，一个是集会的铁匠，一个是村的铁匠，他俩说的话是一样的。像之前说个猫头鹰，是从这儿。我好像这些防具什么的都没有给他们升过级啊。找你对话，你好，可以选定特定的音乐，等于这个 Sound Purification 是村子里特别好听的那个。这应该就是装饰，可能跟 Word 里边那个东西比较像吧。我的花儿呢？
没了，给了个猫头鹰也是不清楚怎么弄，不管它了。像刚才说，就等于是，哦，刚才这个紧急任务，现在就是解锁这个 Rampage， 没有别的特殊的，再加上一个教学。但是这个教学感觉一开始那个弩炮，它教你的用的还是不错。之后什么解锁了大炮，还有乱七八糟东西，就完全没有教你，而且我还都没有。就是基地那个防御还没有部署完，敌人就直接来了，感觉后边的东西就有点乱，我手忙脚乱的都没有顾上来，不太清楚是之后会怎么样。刚才打那个给我感觉应该是类似于是一个教学任务，像接下来等于是还是说要接着做关键任务是吧？好吧，像我看一下这期我估计就直接截一下吧，正好是做了一个刚才那个 Rampage， 也算是一个新的内容。接下来下期接着做关键，现在应该是乱七八糟的支线都已经做差不多了，之后的东西应该就都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就是打大怪的内容了。这样是这么样子，这期呢也是相当的喜欢，我们下期见。